皆さん本当にお疲れ様でした。乾杯しましょう。好吃的东西。どうもこんにちは、アルンチャンネルです。大家都知道六嘛，最近有拍那个就是刑警跟侦探的那个片嘛。那阿伦呢有受邀，就是一起参与演出。然后今天是那个杀青的，就是我们戏终于拍完了的一个那个聚会哈。然后现在带大家去看看这一次合作的 YouTuber 们有哪些吧。首先。首先，我们要来谢谢这一次的看懂哥，是导演绿导演，首次导演。对，虽然不知道自己做的做还没有看啦，拍完还没有看，不知道好不好。但是呢，对，我们会很努力的剪辑的，应该是蛮好的，因为很多人就是有出台出镜嘛，没错，就很开心，对，可以跟大家一起合作拍一部作品这样。哎，这次真的是谢谢阿伦帮我很多，就真的是见到很多很多，就是一起在这个 YouTube 奋斗的人们哦，真的是非常的开心。好，敬请期待，期待。接下来是来自马来西亚的木木，对，木木他有在经营一个就是音乐的频道，对对对对，然后要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你的频道。大家好，我叫木木，我来自马来西亚，我是做 rap 的音乐的，来自马来西亚，MUMU 木木你就搜寻到了，耶。阿伦会把链接放在下面的说明栏里面，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哦。对，木木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对，哦，这是有人第一次这样赞我，真的吗？我私底下很坏的，对，大家也期待木木在这次影片中的演出哦，非常的有意思，拜拜。还有呢，这一次呢，阿伦跟阿伦合作的人有沙加，阿雷，对，有没有什么话想跟看 YouTube 的人说？我现在好饿哦，好饿，正在吃饭。对，因为今天大家很累，刚拍完戏，所以我们现在正在吃饭。那个阿伦很辛苦，因为他很帮大家拿那个麦克风，对，就是负责拿麦克风。还有旁边还有一个神秘嘉宾，就是金耶 ，Allen Channel 的各位同学，同学，告诉你，我跟你们讲啊 ，Allen 哦。不得了，这个人，他为什么世上会有这么好的人？算不着你，是不是？整个制作过程 ，Allen 真的是把那个心肝哦掏出来再付出。好，下一个来到了，哦，一堆美女，哇塞，美女，那其实我最美，最美啊。对，好，大家跟要不要跟阿伦频道大家来说一下你们的频道在做什么之类的啊？首先 ，Hello， 我是 Mira， 我的香港人，你要帮我配音吗？我的影片开头的音乐，我都看不见，我今天没有戴眼镜。但是我的频道就是在讲韩国的东西，因为我住韩国，所以都会介绍很多韩国的东西给大家看。然后虽然我的影片都讲广东话，但是有中文字幕哦，大家按星星就可以看得到了。喜欢韩国不要错过，对，喜欢韩国的人不要错过 Mira 的 channel。好酷哦，好亮，太亮了，到我了。Hello， 大家，我是叫 Angela。可是我平常在我的 channel 是说英文的。然后呢，如果你们想学英文，那你们就看我。我怎么做的？我不知道怎么大家找名字。International Channel。对，大家会把那个网址放在下面说明栏，大家记得去 check 哦。对，好，下一个猫。Hello， 大家。Hello， 你好，我是猫。粉丝，我才是猫的粉丝吧？我有个频道叫做猫，其实是一个 YouTube channel。我主要是介绍日本的东西文化给就讲中文的人，还有我会讲一些广东话，所以也会让我讲广东话的节目。哦，大家不要忘记，不要错过这三个美女的频道哦。对。どうにもできない。手書きで書いた。いい神秘嘉宾，ユマ跟三元。やだ、三元と一緒に紹介
半だよ。三元 TV だろ。三元 TV。じゃあ最後に何か、アランチャンネルのファンに何か話したいことがあります。自分のチャンネルの宣伝でもいいよ。UTV を倒しましょう。UTV はよろしく。UTV を倒しましょう。一緒に倒すぞ。アランと三元で倒します。倒します倒します。なんだよ、みんな敵かよ、この人。好，这一次呢，阿伦很幸运的可以跟三元还有优马一起演出，然后他们的演技真的是非常非常精彩，所以请期待我们所拍出来的成果吧。好，耶，好，现在阿伦来到这个马斯耶，马斯耶说，我要变得耶。何かアランチャンネルに何かファンに何か話したいことがありますか？アランチャンネルの皆さん、ごきげんよう。パスゲンだよ。フッシング。对啊，マスケンさんは专门在就是钓鱼的channel。如果说对日本的钓鱼呢有兴趣的人呢，请不要去忘记去锁定他的频道哦。OK， 下一个人是 Benny 他。すみません、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お。谢谢，今日は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便利ライフハックです。ジャパニーズライフハッカーです。おお。スター帥哥。いっぱいなんかクリップ使ったりして便利なの紹介します。如果大家对于那种便利的小东西啊有兴趣的人，请不要忘记去订阅便利さんのチャンネルを。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チェックさん。チェックさん。すみません。特别感谢的对象就是我们这一次侦探刑警拍摄现场的。老师也是摄影师 ，Mixa，Mixi 先生，马斯克的哟。然后这次呢，还有阿米奖，其实也有来跟我们一起拍哦。不过因为要赶飞机的原因呢，我们在拍完戏之后，他就已经去机场赶飞机了哦。然后阿米奖呢，就是这一位。对，如果大家喜欢他的人，也可以去他的 Facebook 呢，去帮他按一个赞哦，去追踪他的一些。日常生活，对，好，下一个，好，至于呢，还有一个美女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喂，阿伦，哎，十二弟家，我快喝醉了，那你阿伦 channel 的饭，那你阿伦 style とかありますか？自分の channel の宣伝も。最近は、更新あまりできてないですけど、これからは美容に関すること、お化粧に関することを作っていこうと思います。なので、欢迎来订阅，对，订阅，订阅频道，频道。对，然后阿伦会把十二弟香的频道呢也放在下面的说明栏里面，不要错过喽。拜拜。好的，以上呢就是这一次这个跟阿伦就是合作的所有的。YouTuber 们还有一些就是很受他们欢迎的，很受他们那个照顾的工作人员啦。然后这次呢，虽然阿伦还没有办法说跟大家讲说我们的故事的走向是怎么样的哦，不过，大概再过一阵子呢，我们就会公开这个剪好的影片，因为拍了很多片段，所以我们可能需要一点时间编辑一下，所以也请各位给我们一点时间去编辑这个影片喽。这次非常感谢呢6TV 的6那个 U 嘛，还有就是邀请阿伦一起来参加这个拍摄，让真的能够认识到很多很多不同的 YouTuber， 真的是非常的开心哦。好，请大家期待我们的作品吧。今天的阿伦channel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下次再见，拜拜。阿伦channel呢，主要是跟大家介绍阿伦在日本的一些所见所闻啊，像是一些日本有趣的商品啊，或者像偶尔在日本阿伦在日本的一些体验的一些生活的纪事等等。有兴趣的人欢迎订阅阿伦的频道，来追踪阿伦的第一手影片资讯。另外呢，这两边呢是阿伦其他影片，有兴趣的不妨点进去看看。还有呢，阿伦还有 Facebook 粉丝页，请不要忘记去帮阿伦按一个赞哦。それではまた皆さん、お会いしましょう。